我是罗云熙。最近呢，我在为我的一支新的单曲录制 MV 和一些后期的录音工作。其实当时饰演何雨天的时候，自己还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在开心的同时，还是能够感觉到相当大的压力。成年版的是由钟汉良大哥他来饰演，所以说我在表演的时候肯定必须得去 follow 他的感觉，然后再加上自己对何雨辰的一些理解，把大学时期的何雨辰通过荧幕给大家展现出来。我觉得有相似的气质吧，有时候我也是比较安静的人，但是没有他这么酷，他太酷了。哦，我自己喜欢看书、听音乐、看电影，然后弹钢琴，还喜欢玩网游。比起唱歌的话，我更喜欢表演，但是唱歌还是会作为我的兴趣爱好，一直会喜欢下去。在他和雨欣刚过的时候，我也拍了一部刘俊杰导演的作品，叫做《幸福满堂》，然后在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苏乐凯。苏乐凯呢，他特别有意思，他和何以琛完全相反。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何以琛和苏乐凯有什么样的不同和好玩的东西的话，就请大家关注《幸福满堂》吧。我感觉时尚离我还是有一段距离。我觉得我自己的穿衣风格就是很随性、很随意，我觉得怎么穿着舒服就怎么来。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很多的不足需要提高的地方，所以其实这无形当中也是给我自己的一种压力。希望罗云熙这个形象也能够重新的以一个完整的全新的罗云熙的形象展现给大家，就是拍更多更好的作品回馈给爱我的粉丝。这个就是我创作的咱们杂志的吉祥物。